他们真的想早点回家，忍不住赶快把歌唱完，想赶我们下台。对，他们希望我们早点下去。殊不知这已经是第三场了，我明天没有要唱啊，我不管了。我想说你要干嘛？我就是要一路聊天聊到11点，然后说拜拜。哦，就这样就到这里。接下来的这一刻要带来一首新的歌。哦，对，那这首歌呢？他的歌名就叫做你不需要多完美，他在传达一个意念，就是说不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好，那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喜欢我们自己的样子。没错，我们要喜欢自己的样子。然后哇，这是谁的样子？什么？你们都看到吗？哇，好喜欢这个样子哦。全台都看到吗？好喜欢你这个样子。是谁的样子啊？对，看得清楚吗？阿福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吗？看不太清楚。可以吗？可以帮我放大一点吗？放大一点，这个是声控的，那个触控的，触控的，对。放太大了啦！我都踩到了。没有，只有这边的人没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四面的人要看一下啊。对啊，转得动吗？转可以转一下吗？阿福转转看，转转看。因为阿福滑倒了，整个转很快。转到这边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哇，这边的人，即便是那个时候，我都是非常喜欢我自己的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这个没有不好啊？什么？为什么要贬低过去的自己呢？因为以前人家会说啊，你太胖了，你太胖了，小胖子，小胖子嘛。啊，你现在也不瘦啊？对对，但我一直以来都很开心。对，I love to eat, so what?对，而且他 no food sharing， yeah， no food sharing， right？ 没事没事，你看小慧这样也活得很好，有八段恋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要再讲了。本来这张照片旁边还有很多食物的盒子，对，他还请设计师把它踢掉。对，其实这地上啊，草地上都还有一些便当盒啊，什么很多饮料啊，对。关键是你为什么要拿出这张照片呢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要干嘛？这张照片是什么？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你不需要多完美的数位单曲封面。对，所以我们疯吧。对，这首新歌会跟大家分享。你不需要多完美，你不需要。下一刻我们还会在哪里相遇，但是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像心仪说的，前面的20首歌代表我们的20年，然后最后的这一大刻是跟你们最怎么讲，最属于我们自己私密的时刻。那这样私密的感觉，我们就今天用一首新歌来呈现，它是属于香港的一首新歌。然后当初在讨论这一刻的时候，我们想了又想，怎么呈现这一刻，决定还是只能用音乐，用一首歌来诠释我们想要说的，跟大家珍惜的那一刻。那这首歌呢，我们其实很想要表现出，它不管走过的20年，我们还是最珍惜大家跟我们心中最朴实无华的那一份情感。然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跟小慧说。其实我本来听他唱的 demo 的时候，想说这个歌就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生活的一首歌，但是我唱的时候却突然觉得
自己在很迷惘、很害怕、很忧郁的时候，被这首歌鼓励到，因为好像在告诉我本人，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巡回，你不需要多完美，你只要好好的顺着自己的内心去面对，面对你们就好了。对，所以谢谢他写出了这么棒的一首歌。谢谢香港，谢谢你们，晚安。谢谢你泪光闪闪，谢谢你们。